你们看这俩人在干嘛？青宝刚才疼得哭。哎，你别动，你别动，我给你弄，我给你转好啊。来，你们看一下。咋弄的你？他这个牙齿，青宝那个牙给换了，然后他说掉也不掉，他说不掉吧，他也掉了，但是就一直在那，他牙齿一顶，他牙齿就转圈了，在里面回不到位置上了。现在霸王弄了半天也不行。慢点啊！看到没？现在就那一颗牙，他说掉也不掉，就一根，就一点点在那连着了。爸爸，你赶紧给他弄弄，他现在归不到位置上了。我给你瞅瞅，别动啊！宝宝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秦宝。你看元宝，元宝在那睡觉了，看到没？这颗牙它在我嘴巴里已经坚持了一个月了，它就是一小点肉在那连着呢，每次吃饭的时候还得就是看着它，万一吃到肚子里还得顾及它，是不是？对，就那么一点点的肉，就特别小一点点肉，我也看了，它现在好像那颗肉不是那个牙齿转了两圈，现在就是回不到位置上了，是吧？而且这边一嚼东西的话，然后这颗牙就会错位，它就回不到原来位上了。爸爸弄了半天也没弄好，给君宝气的，现在自己弄了。嘴张大，那你疼，你慢点。没事。他那一点连着，你别给他那点拽掉了，知道吧？啊，没事，我小心点。你看君宝的表情，能弄掉不能？关键是要不把它，要是错一点能弄掉也行。妈呀，这不敢弄掉啊！害怕流血是不是？嗯。慢点，我看他难受了。哎，弄成样呗。爸爸现在是越弄越严重了。刚才是转了两圈，现在彻底回不到位置上了。别弄了吧，你越弄越严重。呀，我给你好心给你弄，你还事还怪多了。宝宝，你自己用那个牙齿顶一顶试试，说不定一会儿自己都回到位置上了。疼不疼现在？有点疼。嗯。流血没，爸爸？嗯，这才问他了，我不看了。嘴巴里有没有血？没流血，那证明快掉了。我感觉应该快掉了，你再连一点应该没事儿。最后一次了啊，弄不成功的话就不弄了，知道吧？让他自己掉吧。别动。咋啦？掉了，让我看哪儿了？掉了。那么大一个牙，大家看到没？这么大一个牙，你没感觉吗，宝宝？没。让我看嘴巴里。哇塞，这个大花花，大家看到没？哎，我就纳了闷了，为啥他现在换牙的话还换上面这个牙吗？该换了吧。我也不知道到底现在这个牙到底该不该换呀？你没有感觉到吗，宝宝？没。那证明这个牙真是该掉了。来，让我看这个牙，大家看一下。咦，你们看这里面都空了，看见没有？里面还有血了。耶呀，宝宝醒了，元宝，你醒了，乖乖，赶紧抱宝，快醒了。妈，嗯，这个牙一掉，感觉说话跑风都说不清楚了。说话漏风是不是？总感觉那儿有点啥东西，是不是？对，没事，习惯两天就好了。过两天都又长上来了。我们想了办法给你能弄掉，我还以为那个肯定是要过两天。咦，里面那么多血，我都看到了，你都一点感觉没有，真服了你了。真没有耶。好了，不给大家说了。小元宝现在醒来要吃饭了，宝宝饿了是不是？好，妈妈让吃饭。好，来，就这样吧，宝贝。拜拜了，我要把这颗牙齿给藏起来。行，好嘞。